再次感恩关心我的俊男美女们今晚拨空来聆听我的分享。今天所要分享的丰盛趣吉卡是真正松懈不得，每一天的任何一个小细节里都很重要，但是有时候因为凡事太顺利，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反而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，因而散退了感恩之心。没有感恩的心，心中就不会有爱，要维持好的能量关系就很困难。太阳圣德导师，感恩太阳圣德导师，感恩超马家人。在今天所抽中这个卡，就是要告诉自己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都不能够懈怠，唯有发大愿，朝着目标一次一次的去执行。就像今天非常感恩所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志工们，大家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完成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。分享会结束了，接下来还有6月2号、6月3号即将在板桥体育馆所举办的太阳圣德导师夏季巡回演讲，因为爱而富有的活动。所以也是告诉我们，告诉我自己，一个阶段完成，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完成，绝对不能懈怠，勉励自己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步的前进。感恩今天与会参加的所有有缘有爱心的人，接下来即将让我们整个社会更加的有爱心，越祥和。感恩宇宙，感恩天地，感恩太阳圣德导师，感恩俊男美女们的聆听，祝福大家。